你最近有交到男朋友吗？没有啊，我也很想交男朋友，好不好？啊，你染这个头发之后，你没有遭到桃花、哦？才没有，反正跟一个男的，我快疯了。怎么可能？你读女校，怎么可能越来越像男生呢、啊？我想知道啊。好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介绍给你一个应用程式，叫做探探，你就可以从里面滑到你心仪的男生。哎呦，我这超多政治意，这也太黑了吧！困什么狗一样啊，脸都丑了。这个林君豪，还双下巴是怎样？谎报身高。哦，不丑。徐伟熙，这脖子长跟长颈鹿一样哎，搞回动物园呐、啊。范成龙，还行啊。国中照片。陈意翔 ，A 死啊！不错，这个不错，这个小一百八十公分，那你就要赶快回去准备一下，然后约他出来。好，我是人。今天应该比较像个女生吧。哎嗨，我叫尤少奇，我35岁，我妈每个月给我100万钱当零用钱，你要不要就是以结婚为前提跟我交往？啊？在跟我开玩笑吗？你真的想在探探上找个老婆、哦？等一下，你刚刚说探探上找老婆吗？对啊，探探上找老婆啊。探婆 ，Temple， 让我们欢迎剑松南雾 ，Temple。See you in my mind and I know I can't touch you.